上人以及法师慈悲，哀悯一切众生，转妙法轮，教导我们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我的六度
个人自己的一切，就你受不受戒都应该遵守。那么戒律之后就要修这个忍辱，这忍辱啊，是在侮辱你的人，他对你啊不客气，有横逆相加。人不是在你呀、这个位置地位啊比你高尚，比你高尚的那个有势力的人，你对他们的人，那是你向你的他的势力所屈服，不是真正的，不是他的地位比你的低下，随着他的智慧不入你，他的学问不入你，他一切一切都不入你，你能以忍耐，这才叫忍辱。那么你既然布施，又能持戒，又能忍辱，可是你不能懒惰，你不能啊怠惰自甘，你呀、又要怎么样呢？又要精进。这个精进呢，是身精进、心精。真精进要诵经礼忏坐禅持咒，要用你的身体来修行和尚，要勇猛发他的心。心精进呢，就是念兹在兹，时时刻刻都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咱们人呢，贪嗔痴不容易熄灭，不容易熄灭，咱们才要熄灭。如果要是容易熄灭，咱们也不需要那么费力。这个贪心来讲，贪财，这是人人呢，根据这个与生俱来的，就要贪财。其实现
在这个财呀、啊，根本就是啊，人在那做出来的，啊，或也是一张纸，就印上了花花绿绿的这个纸，就把人都啊迷惑。以前啊，用的金呐、银呐、铜铁呀、当钱，现在拿纸当钱。这个世界，这纸糊的世界。可是纸糊的一般人，仁义道德忘了。就他们那个纸糊的这一张纸，以为这是真实，你说愚痴不愚痴？很傻，很傻哎！这个傻呀，啊，人就分别这个傻长啊生的美丽。有点丑陋，丑陋就生出一种憎恶的心啊。要是生得美丽，就生出一种贪爱心。被这个眼睛啊。再美丽的人都是啊一个臭皮囊，再丑陋的也是臭皮囊啊，样子虽然不同，里外边虽然有多少不同，但是里边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美丽和丑陋。皮囊里，再往里边一找，啊，都是能血呀，啊，粘痰唾沫，啊，再往那个五脏里头，啊，一研究，啊，就是大小便这些东西，外边。再美丽，里边也都是臭不可闻的东西，有什么不同的？这何必那么执着？可是啊，这个愚痴的人就在这个美好上，在这个。常用功夫实招美好，而啊憎恶丑陋的，这岂不是一种愚痴？这个有贪心的人，他不但贪这。就是一切一切他都要看，甚至于啊他就想入非非，想入非非呀、啊、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尽，这种就非非想。那么古人有四句诗啊，可以代表这个贪心这种幻想。这个诗怎么说的呢？他说：“桃花成岭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那
窄的方面，因为啊，看看这花朵呢，这个花呀，天天要这么开的这么鲜艳，这有多好啊！人人天天欣赏的花，这说的花。也可以说呀、说这个漂亮的女人，她要是啊总那么年轻不老啊，也不会啊变成啊鸡皮毫发形不隆中，身体不死，这也多好，这也可以说的好花长用招招念，天天都是开的鲜艳，天天他也不老也年轻的，明月何妨夜夜圆，说这个月亮月光啊家人的赏月，看这个月光啊非常的欢喜，那么看上去也没有像太阳那么黄眼睛，再细看那月亮里啊，又有一棵树啊，又有个兔子在越看越舒服，这个云越圆的时候啊，等到越不圆呢看起来没那么好看，所以说明月何妨夜夜圆，这是可能呢这个月光呢有一种月光流苏啊，人们呢感迷醉，大地有玄阶化，这个贪酒的人呢他就想，我想喝酒要去先买，如果每一个水泉呢就变成酒，我想喝的时候到那儿就喝个醉，这也不好，所以说大地有泉，这个土地上有泉，您的地方呢都变成酒泉，贪财的人呢就想了，这是啊古来用铜钱的时候，那么用铜钱的时候呢自己要去做工啊，赚钱做事情才能赚到钱，如果每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我用钱的时候就到那儿去放，是这样的话，可以说长林，长林就是那个最很大的那树林子，那树林的每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就打这个妄想，一打这个妄想呢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了觉了头发就白了，从什么地方头发白的，就从这个贪心弄得自己头发就白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都不帮助自己，
用这个嗔呢，嗔就是脾气，就是烦恼，是嗔心。这个嗔心呢，叫这个人人都不好，哪一个人都对不起我，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那么好，于是乎啊，对所有的人发脾气，拿这个烦恼去当饭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了一顿又一顿，总也讲的吃不够，吃呢，吃就痴心妄想，就是愚痴，愚痴不应该得的他要得，这是愚痴；不应该做的他要做，这是愚痴；不应该吃的他要吃，这是愚痴；不应该有的他想要有，这是愚痴。譬如什么呢？譬如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书，他就想要去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你说这愚痴是愚痴啊？没有种田嘛，他到秋天就想收谷啊，没有种，种的春天没种，秋天他就要收粮，这是愚痴。总而言之，不可能的他就想要这样去做去，甚至于他做个梦发财了，他以为这是真的等醒了的时候他还不是自己做梦发财，我醒了也一定会发财，就在那什么也不做了，就等着发财可惜他遇不着这个旁门左道叫他点石成金这个法子，有吕洞宾这个手指头点石成金这个手指头那个也会的能圆成他这个发财的梦，可惜呀吕洞宾知道他要发财也不愿意见他，贪嗔痴。那么想要求精进，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发大菩提心，时时刻刻向前努力，不懒惰，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的去修行，向前勇猛精进，昼夜精进，夜也精进昼夜就是恒精进恒精进，就是精进功。所以修行对这个精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精进，所谓不怕慢不怕战，你要不精进了那就不要想成佛，要想成佛嘛要精进。
前是吃喝玩乐什么都来，而且他是一个也是相当一种玩死，属于一种相当很顽劣的一个地。但是他还存有一个很好的孝心。那他在上年的七月皈依师父，他在这一次我们跟师父有事情回到台湾的时候，只过三天。那三天要临走的时候，师父把他的一只拐杖送了给他，跟他讲你要主宰自己。然后我也在电话中跟这位朋友开个玩笑，我说啊，师父的拐杖放在家里，你要好好做球。有那么一天晚上，在台湾的那么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了，他哭了，痛哭流涕，哭了。因为他是一个相当硬的一个男孩子，相当铁石心肠的一个男孩子，但是他痛哭流涕的，他说：“我在今年40岁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良师，因为我今天碰到了师父了。”还记得在马来西亚。
怎么偷呢？他这空着手往这空中这么一抓，就可以抓来东西，就拿来东西，啊，就这么大本事。跟他两年，咱们这三八们也没有办法，也救不了他，因为他这个女人放这国是很厉害的，就是什么呢？是一个蛤蟆。他总觉得这蛤蟆在他肚里转来转去的，跳上跳下，这么样子弄得他就不舒服。那样子呢，反正以后就回到美国来了，但是他每个月要给这个女人寄钱去，如果一个月不寄，那他这病就发作。那么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叫他回去，他又要回去，不回去也就病得不得了。那么他这个姐姐跟着我出家就对他说，你这个种这种蘑菇，除非我师父可以救你，不然的时候你是不行的。他就想找我去，这么好几年他到万佛城我就不在，跟我在那儿他又走了，这么多年都这样。但这一次呢，他就礼拜三到了金山寺那儿等着我，我给他弄一弄，他说轻松好多了，就像身上那个负担都没有的事。回到家里就没有听到他开始，当然是可以好的。南阳一带也厉害啊，都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新加坡、印尼啊，泰国那个小城的和尚都会，所以你们跟着小城和尚也要小心一点，他很多有钱的人都受他们控制啊，不晓得。他都给那个洛上下手四川朋友带的去，洛上我去叫你啊，你常常你找他去，我不知道在那拜佛，你生病。